来干什么？你说我来干嘛？我短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已经没有关系。短信？两年的时间就只一条短信？这不是短信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我们要去的地方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不就是美国吗？我们不也用 iPhone？我要成为一个好人。在这里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你太自私了，从头到尾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哇，咁都唔入嘅？屌，去死啊！咁嘅贼，刺足晒你啊！射击射唔入啊！我买成千蚊法国噶，我真系你问我借我一千蚊系嘛？法国队唔系话阵容好好咩？冇边路打唔起噶嘛？讲好嘅攻守兼备啦，你讲攻守兼备啊？你啊，咁都唔入？干嘛啊你啊？喂，干嘛？喂，酒吧当然是抽啦。喂，唔好同啲咁嘈计啊！唔好意思啊，有冇整到你？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喂，多个都入波。財散人安樂，唉，咁啊冇一千蚊。你穿住對荷蘭波衫，諗住法國爺贏到先奇啊！不過攞咗個女仔電話，抵翻個一千蚊。唔知堅定留嘅啫。唔理得你啊！一千蚊幾多還啊？阿豪，头先条友啊，要放佢啊！支持哪队？法国。你呢？德国。叔叔，我是老 K， 就那个。哎，你真人看上去比相片要活泼很多嘛。你不是来相亲吗？没话说。这是我第一次相亲，相亲要说些什么话了？一般
其实以前嘛，我一直认为相亲是一件很反人类的事情。你想想，两个人那么理性的坐在这里，去考察对方交配繁殖的生存能力。不过我现在算想通了，老吴。喂，哦，系啊系啊，你帮我留住个号先啦，我一阵就过去攞。OK， 好好，唔该唔该。你有事的话，没事没事。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一个女的？不要转头。她跟了我很长时间了，她就是不肯相信我根本不喜欢女的。你觉得我像那种人吗？你的样子。这样子，你现在假装说一段话，然后我假装听得很开心，怎么样？帮忙。量子力学里面有个概念叫做纠缠态，就是量子计算机的一个基本运行原理，听过吧？根据量子理论呢，每一个物理行为它都会产生不同的几率结果。如果确定了方程的解是线性相关的话呢，那两个宇宙确实可能产生某种联系。就比如说吧。从青岛到广州，我卖过手机，卖过家具，做过家教，甚至工地我都做。今天晚上不过是面试个网络推广人，先坐着看看吧。行吗？差点就剩6000了，每个月房租也得600，电话费也得100，交通费差不多也得200。即使我每天只吃猪脚饭，一个月下来至少也得1500。照这样下去，顶多能再坚持2个月。你唔识啊，唔好喺度指手画脚啦，阻生势。出翻去，出翻去，出翻去。喂，好啊好，翻翻嚟，翻翻嚟，帮我迟啲冲花喂。想当然，我喺义兄坚守下做学徒嗰阵，人送称号冲花王。你这炒个青菜油放的也太多了吧？我这山东做法。你啊，整天苦着个脸，跟这个一样，至不至于啊。哎，我女朋友丢了，工作也没了，我才是真正的双失青年啊。不会的，失业好，像我现在这样，整天跑来跑去卖信用卡，跟那些大叔大妈介绍什么叫优惠。还跟那些屌毛，跟他们礼貌点说两句，就真的把自己当回事。我想试试。失业好，那人嘛干闯荡，跟失业没区别。我告诉你，现在呢，就像这条青菜一样，已经蔫了。我还记得，你刚切一条鲮鱼，黑到汁咁啊。学一下这个花甲，低调有内涵。就是咸了点。好买啲啊，饮杯啊。我哋嗰度真系唔影啦，边个去抢？嗰个走包嗰个啦，走包。屌你话佢攞电话嗰个啊！哦，嗰
嗰個白飯魚。喂，你話佢有冇男朋友啦？我聽緊冇啫，一個人去酒吧，肯定係冇男朋友啦，有得就快失戀嗰啲啦。我唔明白你中意佢啲乜嘢，額頭平到好似跑馬地咁，啊個胸平到好似飛機場咁，十足太平公主買太平洋保險啊！你說是不是小張？唉，沒勁啊！费那么大力谈个恋爱，最后还不觉得咁好，梳就脱脱，仲化妆喎、啊，屌晒华师中大嗰啲啦，佢电话又嗰啲江门嘅，有我去搵下先得，衰埋啲咁嘅招嘅喂，打唔过啊！喂，佢咪叫树树啫？我点够招得你同佢讲过嘢嘅啫？咁好在我依家金盆洗手唔沟女啫，明唔明？條女都輪不到你溝啊！不過講真啦，一個女仔一個人去酒吧純極都有限啦。即係揾到喎，係咪呢個？有咁易嘅咩？我係啦嘛！屌你啊！上鏡同真人一樣咁靚喎！上鏡同真人一樣啊，有一樣咁靚啊，唔覺啦。唉，小張你真的好菜。Yes。唉，得。今晚买德国，真好靓啊！前面很矮的那几栋楼就是中大，那几座亮着灯的宿舍，你别看他们现在都亮着灯，以为在搞学习，其实都在打斗的。高来一条，不要。昨晚啊，我做了一个梦，我就梦到呢，广州发大水了，不是老鱼打水怎么干那种大水，是亚特兰提斯沉到水底那种大水。但奇怪的是呢，没人把它当回事，该上班的上班，该逛街的逛街。有些人因为缺氧挂了，有些人被水压压瘪，他们都当没看到一样。只有我一个人啊，拼命在那挣扎，往那水面上爬。你知道这条路三米以下是什么东西吗？忍者神龟。是鹿，还是鹿？宋代的鹿，还有宋代之前的鹿。古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永远存在着三米左右的偏差。你说的二次元是不是就这意思？不是啊，讲广州话啦，我哋两个广州人喺度讲普通话，好鬼怪鸡。我都出去读书十几年啦，啱出去嗰阵时喺呢度唔讲广州话，俾人歧视，俾人黑。而家翻嚟广州啦，个个都喺度讲保卫广东话呀，保卫传统乜 Q 嘢，识下识下咁。你还是讲回普通话吧，太肉酸了。肉酸的还氨基酸的，所以说广州话多麻酸还是普通话好？麻酸。想讲麻甩啊嘛，麻甩冇咁用喎。做咩咯？好似你讲，我咧一边行一边食啦，咪就麻甩咯。小王，你来一下。哦。那个设计师在你采访的整个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你的不满，你没有一次get到他的情绪，然后也没有扭转局面。你作为一个记者，你连这么基本的察言观色的能力都没有吗？我觉得没问题啊，我把该问的问题都问了。你的工作就只是问问题吗？拿着个本子把事先设计好的问题在一个人面前问一遍，这是你一个记者的工作吗？你拿到了有价值的答案吗？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个人他住在郊区，我转了3次的地铁，2趟的公交，然后好不容易去到他家。我不关心过程，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只关心结果。我觉得没问题啊。曾珠姐，你好啊！我是《都市报》的记者黄小花。哇，小花，系啊，呢个名唔似假嘅。
Hello， 我想對你做一個專訪啊，就係咁呢一出戲咧就叫做《醉女人之70、80、90》，咁我想知道啊，點解要叫醉女人？因為啊，因為本身我自己有個電台嘅節目啦，就係叫《醉女人》啦，同埋呢個醉字有好多意思，佢可以係醉迷人嘅女人嘅醉，又可以係沉醉。在温柔乡之中的那个醉，又可以是追女人的那个醉，即是它会有很多的谐音，是的，又好像那个包容啊，同埋个囊括性会比较好，所以叫醉女人。哦，咁系想通过呢一出戏表达啲咩思想啊？其实呢个应该又唔系纯粹一出戏啦，佢好似一个 talk show， 再加埋一个舞台剧演绎咁样。都话女人讲爱。男人真係講做愛，因為佢哋講性。咁我哋見到無論係一個18歲嘅男人、38、28、98、108，佢哋都係鍾情於一個18歲嘅女孩子，好專一。點解啊？因為18歲嘅女仔冇更年期噶嘛，呢個性係冇問題噶嘛。所以我哋見到四哥謝賢都就快80啦，拖住個18歲安安脆嘅喺條街度，我哋邊會覺得奇怪啫？亦都唔會去問阿四哥得唔得啫。事關咧，而家江湖上啲男人有個結拜哎呀細佬啊，有咗呢個細佬之後咧，啲男人70、80都要出嚟威出嚟抱。呢個細佬叫咩？諗唔到女人都食真係。呢、這個細佬真係叫偉哥，佢雖然叫阿哥，但係佢係做住細佬嘅嘢。阿細佬咧就真係需要呢一個阿哥嚟幫細佬喎。所以咧，有咗哎呀細佬之後咧，呢啲男人70、80啊，佢都煥發住18歲嘅青春同活力。莎士比亞佢堂細佬莎士比亞講過，一個喺感情上。未傻過的女人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愛的。哎，郑总，我们现在这个贷款产品啊，真的，哎，谢谢，真的很有优惠的。我们虽然利息听起来高一点，但是不像其他那些银行啊，放款又有什么手续费？哎，哦，德兴啊，我个保健啦啊，等一下啊，啊，好，帮忙，干啊，保住，啊，啊，你这几万块钱。我也说了几年，我都不好意思问你了，是吧？好，接个电话啊。喂，啊，不好意思啊，这个嘢我真的不需要你。你公司每日打几个电话过来，这个推销真的好令人烦啊。系咁啊，系咁先啊，拜拜。哦，不好意思，小叶，不是说你。没事。这个贷款呢，我觉得还是再缓一缓。现在我在这里忙着追债，没事。打完这个事情再联系，好吧？好。哎，郑总，这样，你们公司有多少人来着？几十人咯。啊。哎，郑总这样吧，我帮你们公司每个人办一张信用卡，以后好不好？这样做咩？就是八咯。好心你啦，一日到黑唔系做 SPA 就做 facial， 唔系做 facial 就去见 friend， 忙到成个奥巴马咁。咪成日出去食嘢啊嘛。咁系啊嘛，你出亲嚟要食好嘅，一餐系食几百蚊，一个月啊出嚟十几次，夹埋5、6千蚊嘅靓女，有冇计过条数噶？多你份量噶。咁你话咗之后啊，我都笑咗出嚟啦。而且你话啦，我有逼过你咩？
你啊，嗰啲咁多嘅人工啊，储起身储唔到几多钱啦、啊，不如搵机会对自己好啲啦。嗯，好啊好啊，我哋点多份贵嘢好嘛？点份最贵嘅咯，好唔好啊？靓女，啲牛扒点啊？一般般啦，唔知有几贵下。咁你都知啊，又贵又难食。你睇下，而且又咁晒，好辛苦啊！咁系你中意过嚟呢边啊嘛，行 Mochi 啊嘛，郊区啊嘛，白云区啊嘛，咁咪阳光灿烂咯。啲嘢又唔好食又晒，唔系你又行快做咩啊？唔通唔行咯？咁咪啦。The next station is Huangsha. Um, 結婚都好，我 OK 噶。三蚊只化骨龍魂先，我自己中意小朋友。唉，但系啊，我阿媽同埋我女朋友啊，我明年結婚喎。唉，我明年先25岁啫，你谂下，大好青春嗰种，啊，边有咁早结婚噶？哇，好鬼隐秘哦，这家店。听说这里很高冷，书少人更少。我以前在天文台的时候呢，研究的是宇宙早期的双星系统。双星系统听过吧？就是两颗星星绕着转，其中有一颗呢，一般是自密星，就是中子星啊、黑洞啊这些东西。那有没有白洞？黑洞吞进去的东西，白洞再吐出来？白洞只在理论上存在吧，好像还没有人观测过白洞。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宇宙就是以前某个白洞吐出来的。那虫洞是他们的孩子。其实搞科研和搞艺术是差不多的事情嘛。就拿量子力学来说，这个世界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观测者出现了就变成了唯一的确定性。搞科学呢，就是从这唯一的确定性推演出原来无数的可能性。搞艺术不也是差不多吗？从唯一的现实推演出无限的可能。漫威里面有个团伙叫观测者，他们可以看到所有宇宙的过去啊、现在还有未来。不，最近有一个成员被干掉，好像是 Fury 干的。在漫威世界里面搞科研也有风险。嗯，好像浩克一样。对了，你为什么不继续在天文台，跑出来做游民？我搞地下艺术的好不好？地下艺术要比搞天文更接近无限可能性的量子状态了。那就是地下游民咯。不过也比我搞地上的强。存款、理财、黄金基金、保险、信用卡，先生有没有做过存款啊？我哋而家送手机，每个月消费99蚊就可以有一部啦。有没有那么落力啊？我落力没饭吃啊，老大。不过如果我说我今天上午订了辞职信，你信不信？我现在是不是很量子态？
你叫做咩啊？你唔好理住啦。我今日咧就第五次嚟噶啦，我已经嚟咗好几次噶啦，一次系图书馆，一次系教学楼，我等咗成个晏昼等唔到鼠鼠。今日你我跟踪狂嚟讲，你算专业？点解咁閪多学生妹噶？嗱，佢话明混喺入边噶。系啊系啊，大四啦，人哋已经大四。嗱，今日咧，你哋帮我及下，因为我只脚又真系唔得啦，一直见到啊，帮我冲落去拦住佢，好唔好？好唔好？好，好唔好？啊，阿浩，嗯，你觉得这么做有意义吗？多一个机会就一个机会啊，挺好啊。你找到他，然后呢？走吧，看球呗，我们三个。吃饭啊。你没有觉得你的行为非常的怪异吗？不会吧，这挺好啊，一个惊喜。人家说不定把你当成变态了。我觉得不愧耶。而且即使你们俩在一起了，然后呢？你有没有考虑过？没问题啊。人啊，有的时候就是心甘一厢情愿。大佬，你谂下下面咁 Q 多人。你怎么看啊？兼且人家一个不觉意，那就不来上课，那就落鸠。那个粉红色衫的字不字？那里。那个女仔嗌下佢好不好？你讲真的。屌你真系啊！试下嘛。喂，唔好啊。谢谢。你等我哋弹开咗你先嗌好不好？咁多人，夹晒上嚟好威雨噶。兼且就算佢真系你又点啫？你落去追佢咯喎，话俾人听你系跟踪狂。30 years old, never got a job, no employ. People seem to never understand what the fuck I do with my life. Man, neither. Depressed and fuck around, sick adventure in town. Thought about the Willy Sue, we spent all the shit that we down. What about the gangster rap we brought in the hood?What about the battle tunnel, the underground with w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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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old day, pass so fast, what the fuck my outside the app, am I the only crazy motherfucker can't give a rap shit, still here with the ambition, hopeless, stupid, disappearing, helpless. 我妈这几天跑到格陵兰岛去看极光了，连续五六天待在破冰船上没有信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前年吧，他去珠峰低气压弄了个耳石萎缩，回到广州住了一个多星期医院。但是这两年他照样全世界到处跑，因为周游世界是他童年梦想嘛。我爸这两天也出差了。对于他来说呢，出外旅游就是公务出差。只要一有假期，他能想到去的地方就只有他的老家海南。好像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没有海南好一样。哎，其实我挺羡慕他们两个的，一个一直有自己想去的地方，一个一直有可以落脚的故乡。对于我来说呢，哪里都一样，哪里都没有归属感。将一张饼拔出来掟了给我，跟我说你们银行蛇哈哈八八，我今天就要教训你们。你跟我将这张100元一元一元地存进去，我呆了一呆，我跟他说后面很多客户等了很久，他又不听，我就真的一元一元地帮他存。存到20多元的时候，我们的网点主任终于回来了，救星，他拉了个阿姨进去办公室聊，后来就搞定了。
所以我又想可能個阿姨呢暗戀了我們那個網店主任很久，這樣就可以引起她的注意。那是不是你覺得這件事教育了我們什麼人生真理？好鬼複雜啊，我覺得可以用一句粗口來概括。是什麼？是各师说过，真正的迷宫一条直线就够了。现在这么多野，真是浪费感情。那你现在到底是有工作呢，还是没工作呢，还是属于薛定谔的工作状态呢？你要说什么呢？本店没有顾客，凭空想象甜品哦。需买品种，一字不漏说给他听。中国儿童的想象力就是这样没有。我想太多了。菠萝宾利杯啦。银耳吗？怎么觉得好像有触角啊，这上面。什么玩意儿？有味道吗？吃不出什么味道。为什么那么诡异？屌，难得要休息，俾你仆街拉出嚟听埋个音乐节啦！有冇咁好听啊？咪唔烦，咁样听未听过？周末就应该出嚟陪下你老友，帮佢揾梦中情人。阿情人冇梦中添，喺几日嚟噶啦，我又收到了。唉，你跟咗成差唔多半年啦，大佬。人海茫茫啊，点揾啊你？4个月啫，你慢慢揾啦，话唔定部车度揾爆佢哋。拜拜。你们知道摇滚乐的鼻祖是谁吗 ？Beatles， Bob Dylan。说，是贝多芬。你别看他写的是交响乐，其实他写的是摇滚乐。咁你讲啥啦你？这些年也不是很多，应该很容易找到出处吧。那您对于这个音乐节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那个，你看那台上的乐队，我感觉主要是讲相声的吧。然后这什么草坪啊也没铺好。草坪，就这个环境有待改善。有待改善。我们这个时代，摇滚精神早已经死掉了，只剩下一帮假模假样的歌手和观众，无病呻吟。除了这个还他妈有什么？其实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那对于音乐有必要，那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哎，你快帮我找一下叔叔啊。去哪找啊？屌你，找了这么多人找不到吗？还是绑马尾啊，是不是那个绑马尾？到处都是绑马尾的。好，我认真，你来闯去啊。我必然打。好呢。
穿浅色衣服，到处都是穿浅色衣服的。还有到处，他们在那边。这里是八百元水鸡饭。啊，挺喜欢。对。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唱歌的孩子，在阳光下，在榕树上，有我们欢笑的脸庞。我们是听话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在一片片凋落的回忆里，你的模样是否已变化？喂，对，这一天找了很多，销售、策划、老师，哎，感觉什么都有，感觉都一般吧。今天下午又去了一个，还是做电商的，其实感觉一般啊，还能怎么样？还能再坚持个一两个月吧。你呢？你最近怎么样？为了更好地维持生计，我在北京的天桥还有街头摆起了地摊，有时候一天可能会被城管追赶五六次。记得有一次，我也是为了逃避这个城管的追赶，那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地面非常的滑，当时我就摔倒了在地面。当我爬起来的时候，我右腿的膝盖已经磨破了很大一块皮，露出了里面的肉骨，鲜血顺着我的膝盖流到了鞋底。这是青春奋斗的血液，青春和我们的年龄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青春让我们拥有激情，让我们相信未来，让我们永不言败，让我们超越梦想。谢谢大家。哎，小张，下班了。对呀。最近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呗，我还在那边上班。哎，小张，你还记得曾经那个张海吧？那小子现在混得不错啊，自己开了一家物流公司，还买了一部宝马。谁？张海？是啊。中彩票了吧？谁知道，傻人有傻福吧。哎，你还记得以前那张小丽吧？记得啊。那小子现在可不怎么样，
换了一家公司，那公司还倒闭了。我就觉得这哥们儿挺不吉利的。是啊。老刘呢？老刘都没联系，也不知道他怎么样，瞎忙吧。我觉得人生还是得找准自己的方向。嗯。哎，你看我找工作好几个月了，一点眉目都没有。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啊，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这心态就不对，你知道吗？人生有起有落，有得有失，有低潮也有高峰嘛。你要以一颗平常的心去面对，不要老是让情绪左右你自己，这样兄弟你会很累的。你是不知道我换过太多太多的工作，我现在连一个基本的方向我都找不到。那小张，我问你，你现在的人生方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方向？我没什么方向。你这一点都没有想明白，你每天瞎想，那就是瞎整。你不要像一只无头苍蝇撞来撞去的，这样会很累的，你也会更迷茫的。得，你现在叫你想你也想不着，你得找准自己的定位，你现在能做什么，你适合做什么。那我问你小张，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写小说啊。你开玩笑吧。那你说我写小说这个事到底靠不靠？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文青早就不流行了。你会写代码吗？开玩笑了。喂，仲买啲乜嘢啊？唔买啦，唉，食嘢啦。你个摩卡冰沙咧有乜好食咧？喂，你唔好咁啦。我冇咩喎，你有嘢就话，一唔开心就揽埋块面，点解我哋点拍拖啊？你唔好成日都系唔系都讲呢句啦，好中意上纲上线啊你。咁系啊嘛，你成日啲嘢自己做晒决定，任何商量。好似喺上海咁，你一做晒决定之后啦，先千方百计咁想说服我。有冇谂过同我商量一下噶？你点解又拉上海单嘢出嚟啫？我都未决定好。咁平时系你嫌我工资低喎，咁依家呢份工工资高啲啦，咁又有多啲前途。咁你依家又唔满意，你系想点啫你？喂啊！如果你真的不想我去，咪讲咯，咁我咪唔去咯。咁唔通真系唔俾你去咩？我怕你以后真我就唔俾你去。你走咗之后啊，边个陪我看电影啊？边个陪我吃摩卡冰沙啊？Thank you.
右邊阿叔喺度保衞國家，左邊係班大媽喺度亂養花咯。咁夜光我出嚟做咩啊？呢啲咁嘅燈光正唔好睇啫。俾人放飛機啊嘛，揾佢出嚟頂下。女朋友？唉，問咁多做咩？啊，我知啊。上次因為接個女仔，冇講到咁鹹濕啦，普通朋友嚟。普通朋友，普通朋友著到咁靚仔？我日日翻工著咁撮噶啦。我話密嘅，密咩密啫？都係普通朋友啦。因為我叫咗阿超今日，阿超唔係啱揾到佢做咩？邊度行嚟啊？佢唔係啱辭職咩？真係好醜。點解舊嘢咁樣衰咧？都我攞出嚟擺嘅。好無聊啊！好無聊啊！揾啲嘢做啊！做咩啊？我这部小说啊，干嘛？其实是一部科幻，但是吧，它又不仅仅是科幻。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社会层面的法律与道德、人性，包括你听它这个题目，我、机器人、上帝，跟阿西莫夫有什么关系啊？不是阿西莫夫，它这他其实是三层的递进关系。我谁人类啊，机器人，上帝，是吧？上帝就是造物主，发明了人类，人类造出了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父权的一个父子的关系。造物主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我们人类呢，那又是机器人的父亲，是吧？是。那这部我这部小说呢，其实就是这三条线，机器人、人一个人类，还有那个上帝，三条线交叉在一起，以两个机器人，以两个机器人为开始的。知道吧，现在的宇宙正在加速膨胀当中啊，也就是说望远镜能看到的所有星星呢，都在加速的逃离对方。科学家解释不了这种现象，他们就假想出了一个均匀分布的能量。这种能量呢，有着负压强，在宇宙里面抵消了引力的作用，将一切都推开。大家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所以都叫它暗能量。你看我们两个吧，虽然经常搞懵打吧，但是在各自的轨道上都在稳定运行中。别人说什么是感情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这种默契，对吧？没有暗能量的默契，会不会就是所谓的爱情？
现在这个箱子打开了，你说薛定谔的猫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箱子打开？那你的意思是说这只猫已经挂老秤了？可能在另一个宇宙里它会活着吧。你点解唔听电话？你有女朋友点解唔讲？你究竟有咩意思啊？你话真系完全 feel 唔到嘅咩？你当作我系啲咩人啊？我要做采访，你唔好再搵我。我觉得需要心境，要有古人的那种轻微淡远、中正平和的心态。对不起，您接着说。其实呢，一个人心静不静，可以从他的情深就能判断得出来。正所谓心静则阴静，心乱则阴乱嘛。所以说，一个人心乱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弹琴，只有心态平和的情况下再去弹琴，这是最好的。我咪同你讲咗唔好再打俾我嘅咩？我都唔知讲乜。你而家解释呢啲有咩用？咁而家可以点？分钟考，准确的说，我一直在看书，是你看到我才走过来的，所以分钟狂。哎呦呦，哎呀，薛定谔的猫嘛，箱子里面，哎，看看，哎，你看。这狗也，你不能说它死了，但它又从来没有活过。其实只要能陪在你身边吧，无论死活都无所谓了，对吧？
喂，阿雄，喺边啊？今晚出嚟啊？约几女仔啊？约咗边个女仔啊？你系多女啊嘛？好啦，迟啲啦，过个月咯，过个月咯。今晚有冇约人啊？约边个？吓，唔系约小桃花咩？咁即系又唔得闲陪我啦。唉，咁有下半场再见啦吓。啊，冇嘢，冇嘢。冇嘢啊，就咁啦。阿浩，你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你呢？小姨，你没去美国？我过完年就去。你把头发剪短了。很早之前就剪了，挺好的。谢谢。一个人吗？没有，我找朋友。你呢？我也是啊。喂。哎，你到了。好啊，那我过来找你啊。好好，拜拜，我先走了啊。那好，小姨，我最近新写了一本小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看一下。新的一年到了，我可不可以重新再联系你？
Lucy 问你样嘢啊？咩啊？如果个女仔突然间更新朋友圈啊、微博，咁佢系咪有咗新仔啊？我觉得似失恋咯。唔系喎，佢圣诞嗰阵时发咗句：我今日好开心啊！然后就到咩冇讲过佢噶。人哋就算冇男朋友咧，都唔会同你一齐咯。但已经追咗佢大半年啦，我唔想放弃啊！你嗰啲叫追人咩？人哋都唔识你。你算罢啦，你好好地翻屋企揾份工。你阿妈咪叫你翻厂嘅，做咩你唔试下？翻厂有咩做啫？无聊死喺车间度行嚟行去喎，扫地喎。诶，我感觉呢几年做咩都唔顺心咁，做咩都好似好失败嘅，唔受人欢迎，冇意思啦。同啲小同學一傾偈，一嚟啊股市期貨同頂裏頂，要傾咪傾啦，冇意思。你話同樹子一齊開唔開心？咁可能追到好開心咧。有時諗下佢，樹子今日做緊咩啊？喺宿舍定喺課室啊？同啲咩人一齊啊？以後我同佢又會點啊？咁我其實就好滿足噶啦。咁你話我係咪逃避？咁又算係嘅。但其實我自己唔覺得算啦，真係。只不過我唔中意現實，就係現實咁啫。
今天是2015年了，我要跟以前不一样。过去24年以来，我一直都在为别人而活。我迁就父母，我迁就朋友，我迁就老师，我迁就上司，我迁就女人。但今天不一样啊，是2015年了，我什么都没了，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要写小说，我要挣钱，我要去谈恋爱，这都去他妈的。我要完完全全的活开，为自己而活。阿超，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有时候不是我们看到了希望才是坚持，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才会看到希望。你们别再那套好吗？什么新年新任务，什么新年重新出发，放屁吧小张，你一年换几百份工作，就没一份超过3个月的，谈什么挣钱，连钱都没有还想活开？你整天写那些小说，写那些小说有什么用？这根本就是逃避社会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说说。那你呢？你还不是一塌糊涂，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在我们面前唧唧歪歪的，工作你又不找，天天就知道在家啃老。我是活得一塌糊涂，但我觉得你也不怎样，大家得抵来，我闹你你闹我咩意思啊？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咁卵大声有咩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精彩，不用去管别人，也不用去踩别人，我们走自己的路，活出自己的人生精彩，不是很好吗？我受不了你不要老是这么自欺欺人好不好？你又会多快坚持下自己咩样啊？啊，你当然要活出自己精彩，走自己的路啊，走自己屌丝之路，是不是？我够想沟奶茶妹啊，沟唔沟到先得噶。阿红啊，你得向阿超学习。我希望你哈，自己在安静的时候，你想一想自己现在目前喜欢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现在做的怎么样，这样你的人生方向会更清晰一些。我最憎就系啲心灵鸡汤，咩坚持就可以胜利，咩揾到自己就揾到人生意义，我听得好烦。你哋有冇谂过啊？人生可能系冇意义噶。系，我真系算我傻，但你哋咪一鬼样，有咩区别啊？太虚伪了！你们每天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掩饰自己，掩饰自己的无能、麻木、虚伪、假。闲着没事你们就上个知乎，上个豆瓣，上个微博，秀个优越感，装个小资，
装个专家，谈谈点国家大事，你他妈懂个屁啊！啊，大大懂得，就现在你们。哎，就你自己活的是生活是不是？我们活的都不是生活。你呀、啊，成片烂泥咁啊，你知唔知啊？你写小说很了不起是不是？你写那篇小说有几个人看过？整天说什么要做自己，他们还是为了逃避。还有你呀、啊，整天说什么要什么活出精彩，活出自己的道路，那当然睇清楚好唔好啊？个社会好现实噶。你看看你们，一个个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从来不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今天命不好就去怪这个社会，其实我们人生啊，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人生就是在一个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改变自己。没有细菌的空气，我们能存活下去吗？我们要行动。还有你，天天，就这喊个口号，你懂你说那话的意思吗？你有好好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吗？兄弟，我是站在你这边。喝酒，喝酒，唱歌。系你哋话我二世祖一条条肥冇嘢做，但你有冇谂过啊？我咩都冇拣，读大学乜鬼土木工程喎？我妈拣，我唔想翻去做日本嘢咩？我妈以死相逼啊，一日逼翻我翻佛山，我成世人做乜嘢屋企都唔俾我，我都想去北京，想去上海，我想出去闯一闯，但我自己张床单我都冇得拣啊！讲埋呢啲有鬼用咩？个个以为自己有得拣噶啦，做嘢有得拣，条女有得拣，其实到头嚟咪又俾人拣。小张，点歌，继续。现在的年轻人，他妈的负能量太多了。新年願望梗係身體，大家身體健康啦，國泰民安啦。生意興隆，生意興隆嚇，好多謝多謝。今年過年有冇啲咩新年願望啊？咩啊？冇啊，有咩話？新年願望，有新年願望啊。係啊，有身體健康，身體健康咯，身體健康啊，係啊，好啊，好，多謝多謝。
啲花幾靚。我想買翻朵啊！哇，啲向日葵好靚。係啦，都過年啦，你哋啲人工有冇升翻少少啊？升幾多年喎？冇喎。仲唔升嘅？哎呀，真係。我想同你講一樣嘢，你點睇啊？我係叫你賺多啲錢啊！係啊，你又唔係唔知道我啊，好多需求噶嘛，成日乜嘢見到咩都想買，又唔買俾人哋嚇，即係我碌自己啲錢或者攞我豆張卡。上说的是真的吗？你听说了我辞职了？对啊，真的。是啊，我已经跟崔总说过了。为什么？现在还有人看报纸吗？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我们自己做报纸的都没人看报纸了，待在这还有什么意思？您在报社做了多少年呢？13年。13年。您做了13年都得转行，那我做了1年的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你自己想啊。只要你还是愿意做记者，那我觉得不管将来媒体的形态变成什么样，你去到其他地方都会有自己的空间的呀。你那个肥肥地的朋友呢？哦，他呢？他不在这了。不在这了。他是有点肥，不过我想他现在应该更肥了吧。哦，我还以为他。什么？你那个戴眼镜的 friend 呢？他都不在这了。他都不在这了。难道他们两个一起走了路？不是吧。你那本好像挺好看的。我不是最喜欢看这样的书咯，好闷啊。看个名字都不太好看。一阵不如去吃饭。去哪里？南福路那边有间唔记得叫咩咩记，总之就话自己是广州第一嘅煲仔饭。哦，我听人提过啊，唔系好正啊。系啊，几好食嘅。不过咁嘅天食完会唔会成身汗啊？都有少少热嘅。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搞一个类似于跑步那样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在晚上两点，你想一想，就在晚上两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城市最最安静的时候，但同时呢，也是它最真实的时候。我们就搞这样一个活动，去把这个城市给记录下来，然后也把我们当下这个状态、这个感觉给记录下来。我成日得个讲，都唔系卖书嘅，系食啲鱼啊，系都。呢排啲股票升到嘭嘭声，你喺银行度做，有咩好嘅产品介绍下？咩嘭声啫？都话银行份工都冇做啦，辞咗工啦嘛。系啊系啊系啊，辞咗职啊依家。喂，话时话喎，你我女啊由细到大娇生惯养嘅，食又食得好，住又住得好。咁男人搵工一定要谨慎喎。是啊，我知道。我跟你说，男人是最怕入错行，女人是最怕嫁错郎。那你现在做两做又说换工，你要找一份好工才行，不是说我的女儿你有什么能力去养她？她见外父外母被人审讯，我估计她古灵精怪的傻咩水影拍波？喂，等等，唉，唔好收线住，唔好收线住。唉，打多阵，讲多阵先。你至今都未咩？你未噶？唔知啦，见过外父外母未啊？知唔知男人最惊咩？男人最惊入错行啊！唉，好似你啲未入行嘅，到时见外父外母俾人。唉。哎呀，那些新飯吃了三個鐘，哎呀，又不夠。我知道他們為我好嘛，都是關心你，我知道，好不好？我在外面很快回去的，我很累，回去再說好不好？拜拜。李志哥，喂，李志哥，喂，李志哥，喂，喂，李志哥。我觉得吧，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想追求的东西，我的追求可能就是要寻找世界的真实性。不过嘛，当我真正开始科研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失去了那种用数学语言寻找宇宙真理的热情，反而更倾向于用镜头来捕捉永恒的一瞬。你想象一下，
各种毫无意义的生活片段，还有胡思乱想，都可以用影像来揭发其中的各种联系还有秘密，从而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揭发。我觉得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追求。我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去寻找世界的真实性。我最近靠了一条新女，树树已经过去了。哦，来来来，啊，这个句话我听你讲了几多次了。但是我最近跟他去看那个甜蜜蜜啊，嗯，然后他睡着，神经病，很正常啊，很多人看甜蜜蜜都会睡着啊。你又要搏又要谈心，咁高要求嘅真系。你女朋友啊？冇咩啊。不过最近好中意成日同我讲 LV、Gucci、爱马仕啫。唔知系咪警告紧我咧，话我份量低啊。好。
最近，用心写了一个本子，话剧的。哇，好犀利啊！叫《麦克白》。你原来是姓莎士比亚是吧？不是，他是莎士比亚写的没错，但是我给他进行了大量的你知道改编本土化。哇哦，本土化你知道吧？哇哦 ，sounds amazing。要不要我现在给你们？哎，大哥，鱼要趁热吃。我也很饿了。Brave Candle， 你知道你在念什么吗？短促的安全套。Brave Condom， 不是 Candle， 你知道吗？蜡烛烛光的意思。Brave Candle， 短促的烛光，短促的避孕套吗？喂，不如唔好拍啦，坐电瓶车好嘛？你知唔知上山最辛苦系咩啊？咩啊？撞正同你一齐。就好似我而家咁样，你去山顶咧又冇力，落山咧又唔甘心。啊！喂，帮下手。我帮你攞啲嘢，粗重嘢交俾我啦。唉，咁落山咪甘心咯。哎，别走啊，这里风景还不错，应该跟山上差不多。还差这么一点了，你不要老是这么轻易就放弃嘛。什么叫放弃？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上山，这不叫放弃啊，这叫什么啊？你让我想一下，这风景还挺美的哈。我终于做第二个。我终于做第二个，跟住同佢喺埋一齐，而家又分开咗。同边个？小三。唔系小三，咪就系佢。我以前睇啲 TVB 咧，覺得入面好假嘅，啲咩只要你幸福我就好開心呢啲。但係而家咧，諗到佢自己孤零零一個人，我真係好希望佢遇到一個明白佢嘅人，即係珍惜佢嘅人。可以同佢一齐，可以照顾佢。我只要好似一部残旧嘅收音机，可以时不时听到佢啲消息，我就已经好幸福。但系你而家变到同佢一样咁 TVB 啦。咁冇乜理由要同你女朋友分开啦。你唔明啊？我自己唔。人生
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准备了，小张。Shut up！ 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令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你的裤脚好酷哦。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完了吗？我知你哋嚟到好憎我，我知我做咗好多嘢，我知。我唔系想过嚟话挨翻你，要你原谅我，放心。我都唔知道我想过嚟做乜嘢。好多嘢唔到我拣噶，唔系我拣话要。遇到你噶嘛？我知道你觉得我人渣噶，但系从我哋见面嗰日开始，注定我系咁噶啦，注定我会中意你噶嘛？唔系我拣话要见到你，唔系我拣话要中意你，唔系我拣话要中意两个人噶，点解你哋个个要怪我啊？对唔住，我最近成日瞓唔好，头好痛。对不起，我只是想做回啱嘅嘢啫。我仲有好中意你，我仲有好中意你，我会同我女朋友讲清楚。策划方面没有什么优势和竞争力的。我之前有写过一部小说的，但是没有完成。不过我最近正在写一部舞台剧，然后呢，只差……但是都还是还没有完成的。对，但是只差一点点了，就是还是没有完成的。老生仔，唔该你谂清楚，到底你自己嘅优势同埋竞争力喺边度嘅，你先再结婚啦。如果唔系，只会浪费你嘅时间。Thank you.
Just another day in Guangzhou City. 老仔你 is back to visit. Talk about the bullshit of a lot of duty. Was a never said that maple center. Now my pickle hook and breeze and easy. Full cup 精神 What a stupid movie. Feel me. We got interesting lady. I'm booking some shit. And some jimmy shut that in 100 million pieces. But they go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Start the shit. We've been through. Make the man who we are. Lost like a bee. Drop off the room. I'll get it for the motherfuckingShippaboo. The end of the river and the wonder world. With this summer called the crowd shake to the moon. It's a movie about alien invasion. Kindly be savior of the human resistance. And the message at home screen last minute. So we stop your audience and the following story. Stop a bit about how we tie the groom. Rolling with the destination trip a loom. I came and cheat, I'm born and home. But the city that we see is a broken world. Ding dong tossing, so keep on. Don't you got love.The anti-carry on the freak so sir can shut up yourself when you fucking hell star as a rolling cover show bleeding slatter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